它是吃各种蛙类啊，还有鱼类的。千万不要模仿哦，是这样。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蛇吗呢？哦，挺大的。红红的，知道这是一条什么蛇吗呢？哎，嘿嘿，这是一条无毒蛇来的。哇塞，它叫几中小头蛇，几中小头蛇。啊，隔着一条水沟呢，啊，不能拍太近了，不能拍。太清楚了哦，它一吃各种啊卵类、蛋类的，这家伙挺大的。在菜园这里呢，那边是居民那里。咦，这里有过路的。啊，钻进去！哇塞，哇塞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看到美货了！啊，野味！哦，很多，集中军。哦，野蘑菇哦。不知道有没有营业性质的，那不管它了。这些集中菌是可以吃的哦，拿来做汤啊，那清甜可口的这些集中菌。这个顶尖尖的硬硬的，还有这些很长的呢，很脆。这个这些也很硬的，那这样很硬的，这些就是集中菌了哦，可以吃的。拿来炒的话，甜甜的。继续出发。像这种地方靠山的，这些芋头苗哦，这里有很多蛇虫啊，觅食的。因为这里很多那些蛙类啊鱼类躲到里面哦，那个雾水也是挡住那些雾水的，所以很多蛇虫到这里来觅食啊之类活动哦。我经常发现金环蛇、银环蛇，还有那些中华珊瑚蛇、广西华珊瑚蛇、哦、还有那些鱼油蛇，黄斑鱼油蛇啊，很多，反正很多，经常在这些鱼苗地里发现的。路过，差点错过它了呢。纹路，这头部纹路像个米字形的，也像个火字哦。这颜色呢？咦，好，这条是台湾小头蛇来的，和前面那条几中小头蛇。可能是一种品种来的，同一个品种。由于肤色花纹都不一样哦，所以它们又另一种名称来的，都是无毒蛇来的。而且它们都是以蛋类卵类为食的，都是一种小头蛇。这条台湾小头蛇是黄褐色的，还有些灰色的花纹呢，中间是有一条像是白色纹路一样的哦，千万不要模仿哦，被它咬到的话会很痛，也会出很多血的。这腹部是粉红色的哦，虽然是没有毒哦，但还请大家真的不要模仿。这家伙挺好看的，
哇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怎么游不出这人的手掌心呢？哎，让他走了，这家伙呢，头举起来。哎呀，这家伙不走了，哎，走了。嗯，不理他了，走了。今晚刚出来就是看到几宗小偷所哦，还有那些集中军，还有那条刚才说的台湾小偷所哦。哦，今晚还有很多出来的，那边那个大田野荒田呢、啊，可能还有很多蛇虫出来活动的。蛇类都是受法律保护哦，只拍摄不捉捕的哦。哎，继续出发哦，看看还有些啥新发现。出来，又发现了一条，哦，死掉的，还以为是活的呢。一条破捕缚链索，哦，被吃了。还有只蛾虫哦，这蛾虫也来吃它了，都被蚂蚁吃掉了呢。继续前进了、哦、这条破捕缚链索是没有毒的，它是吃那些蛙类啊，还有其他像这种就是着陆蛙、啊、很小的一只呢，就是吃这种的，还有各种蛙类，鱼类它也吃的应该。嗯，继续前进了、哦、哎呀，看得见吗？两只呢，要不是他们飞我都还不知道。两只枫叶鹰鸟，还拉了些，哎，又飞。都飞走了，啊，不理他了。啊，要不是他们飞我还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过夜呢。看看这条，嘿嘿，你们肯定误以为这是一条银环蛇来的，仔细看看哦，那它的白色纹路间距有5到6公分长的，停一下，这是一条细白环蛇来的。它是没有毒的哦，白环蛇是没有毒的。仔细看看它的头部哦，一般银环蛇动它的话，它都会，把这头部埋起来的。这些白环蛇是不会的，就是想着办法逃跑。它们，哎，别钻进去哦。再科普一下，只拍摄不捉捕的，所以你们不要模仿哦。哎，这。停一下，白环蛇，家伙，这些纹路，和银环蛇不一样的，这些纹路间距，白色纹路哦，间距有5到6公分这样长，还有这尾巴是很长很细的，银环蛇是很。这颜色很均匀的，还有那些白色纹路很均匀的，只有2到3公分这样长哦，银环蛇的。再看看这条呢，这条的头部哦，头部也是椭圆形的。它的头部小时候和银环蛇是差不多一样的，这头部，别走，哎，仔细看看，这头部长大了，白色纹也是会慢慢淡化掉的。这条不大，还没有成年。要是成年的话，这条纹路，白色纹路也是会慢慢淡化掉的。和这个头部哦，这条上是
人类的初中同学一样的大小哦，它不会呈现那三角形的，而且很圆润。咦，转圈圈呢，爱的茉莉转圈圈呢。哎，底拍说不靠谱的哦。咦，嘿嘿，很松哦，这小家伙。咬啊，咬啊。这腹部，哎，这家伙。所以请不要模仿哦，虽然这是一条无毒蛇来的。再看看它的腹部哦。这家伙不知道咬哪里，这头部，哎，这尾巴一直在抖动，就是在做攻击状态了呢。咬啊，小家伙。哎，看看它的腹部很明亮，很发光的，银环蛇没有这样的颜色的。它是吃各种蛙类啊，还有鱼类的，和银环蛇是差不多一样的。这银环蛇是就是多了一个食蛇性，这条不会的。这头部呢，和银环蛇一样的。还有一个，它晚上是躲到树上还有草丛里睡觉的。银环蛇是躲到石缝还有泥洞里去睡觉的，不同哦。缠的力度很大了，这小家伙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认识错误的话就麻烦了哦。虽然这是一条无毒蛇来的，它叫是白环蛇哦。刚开始的时候它是很松的，把它征服的话就会很温顺的。看它，多人误以为是白环蛇，这头部的白色纹长大了是会淡化掉的哦。用棍子动它的话，它会发神经的扭来扭去，像跳舞一样的保护头部哦。它要钻进去了哦，所以认蛇很重要的哦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就这样，很温顺的哦。这是一条细白环蛇哦。好了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就让它走了哦。它是这样了，假装攻击啊，这家小家伙。好了，回去了哦。细白环蛇呢，仔细看它的尾巴就知道了，很细很长了。几拍说不抓捕哦。这期就到这里了哦。感谢你们的点赞支持哦，三连支持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哦。让他走了。很晚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今晚的月亮挺明亮的。